开始有附这一篇啦、啊。可是这一篇大部分都是讲说 ，OK， 我这个 Multi-Layer Convolutional Sparse Modeling 是可行的这件事情，他把数学的证明全部放里面，所以他实作地方很少。那你要看实作，看第二篇这一篇 ，General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17年，这两篇都是2017年出的，后面好像没有看到，这两年没有看到。对，然后这个工作都是那个这个老师做的，那个 Michael Elan 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一个老师。对，那为什么我想要报这个东西？因为就是说，就是去年的那个 PyCon 的时候，然后有一家。哦，是 PyCon TW 的 sponsorship 的 group， 然后 PyCon 有一家叫做这个 Talk， 然后双倍打赏，然后他这家是日本的公司，然后他这个人就是双倍打赏，他们家用模型就是用那个 Sparse Modeling，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听不太懂他们在干嘛，然后就很神奇的说 OK， 哪一边最神奇，就是。就是说 ，OK， 我们就是这张图，然后可以拆成 dish 的，然后做成这种 map， 然后再连上跳转回来，然后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对，然后才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再去找他，对，那这个东西也可以去做那个，abnormal， 就是缺陷 abnormal detection 在这边，你可以让主机板，我只用。好的主机板的 image， 然后去 construct 我的 dictionary， 然后再用我的坏的主机板的那个 image， 然后跟好的主机板，然后做稍微做 training 了以后，就可以分类了。对。好，我等一下会讲。你想要问什么？能回答跑过去适合的 filter 数有多少？等一下，但是它其实没有。这篇 paper 只有讲 mist 的，对，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其实没有用到真正的 convolution， 对，sparse 降维，没错，对 ，OK， 好，所以我要开始讲，然后我大概稍微每个 page 都会稍微讲一次那个就是英文啊，是讲我体育感不完，就是有人听不懂。对，然后如果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英文，我可以直接用英文，有大家会不好意思吗 ？OK。然后最后一页的话是，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他那个去年的 PyCon DW 的 slide 跟那个 Michael Elan 的、那个 workshop， 然后他这个 workshop 其实是那个杨坤班，然后还有请他来，对，然后一直。这个 Michael Elan， 然后他基本上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师，对，然后他也有附那个就是影片，所以其实如果你听不懂我今天在讲什么，你就直接听大师讲比较快，对。然后这个就是 Michael Elan， 他其实是发展，就是我去找这个 Sparse Model 的时候才发现说。他这就是 Sparse Modeling， 都是他的那个老师辈跟他的学生辈一脉相承在那边做的，对，这个人，所以他这个人就是麦克伊恩，几乎是这个 Sparse Modeling 的大师，然后你可以去点他的，对，他有影片，所以可以看，这是怎么跳掉？对啊，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研讨会是那个李坤办的，所以里面有很多有趣的 talk，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听我讲，可以去听他讲的。So if you are feeling I'm boring talking about this field, so you can see this workshops video online. Okay, so let's start.对，那就是这两篇 paper， 然后基本上第一篇是那个数学证明，这、就是数学证明，然后第二篇是他的实作，那 so the second paper is the
implement of the method of sparse modeling. So, 我基本上是 follow 这个 talk 啦，就是 Michael Yelan 的 talk。对，然后还有这个人也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他的 talk 我全部拿过来用。对 ，sparse modeling in image processing deep learning. So basically, I follow this topic, this Yelan's talk.就从古典开始讲 ，so start from classical。然后我们现在讲说什么叫 sparse learning， 什么叫 sparse environment model。那很简单，我们 model 就是要呈现我们的 signal， 对啊。那我们 signal 可能会有一些 structure， 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想办法去呈现它，然后把那个 noise 把它去掉，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好的 model 就会呈现出好的 signal。就是完整的呈现 signal， 然后把那个 noise 去掉。对，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 model 开始看，这是我们的 signal x， 然后这我们做一个 dictionary 叫 d， 然后我们一个东西叫做 alpha 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signal， we can 就是我们这个 signal x 可以用 d 跟 alpha 来表示，然后 d 称作 dictionary。然后 alpha 称作我们的这个 sparse coding， 就是我们的 sparse vector， 可以吗？嗯，应该 OK 吧。我们尽量做到这件事情。那这边你看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你看这样子矩阵相乘嘛，假设说这第二个有的话，那它会作用到哪边？就是第二个子台，才会有东西。Only。So if you see that there is a second element here at alpha have a non-zero element, so we can see the second column of D. They only have the corresponding second column of D have affect the result of alpha. 对，所以我们就是每个 column 我们称作 A turn， 那我们就是相对应的 A turn， 然后组成我们的 signal 这样子。最简单的想法，所以 the single is the sparse modeling method. We will find in the alpha that it is sparse. 所以那个 x 是可能是任何一张图片或任何的资料这样。对，没错。或者是信号处理，如果有做过信号处理的话，其实这个 case 还是从信号处理开始的 ，Fourier transform。对 ，OK， 所以其实讲更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预备好这些 filter， 就是 ATEN， 我们在 sparse model 里就称这每一个东西叫做 ATEN， 那我们就这个图像其实就是 alpha 1的这个东西加上 alpha 2的这个东西加上 alpha 3的这个东西，然后做 summation， 然后给它一个系数做 summation 就对了，就这样子，就最基本的。对，这就是 sparse modeling 最想非常想法。其实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系数啊，法万啊，法多啊，法数。对，然后这个，而且做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有 noise 的情形，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有这个阿法万、阿法多、阿法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classification 啊 ，classification 当然就是那个缺陷检查、啊，然后还有 sampling 啊 ，recognition 啊。对，然后假设说我们可以把一些什么微小的那些 filter 吧，就是它的系数太小，我们把它干掉。底下会讲到一个方法叫 threading， 把它干掉的话，那我们留下的是整整的 signal， 所以我们可以做 deboring， denoising。So this shows that the ATENs， so we can pick up ATE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 to composite image that we want signal to present our signal. This is sparse model. OK. 所以刚刚讲过，就是 dictionary 每一个 column 这个 leaf 就是我们称它为叫做 ATEN， 对，他喜欢用 ATEN 跟 molecule。然后 signal 的那个维度是 n， 然后 dictionary 就是 n 乘 n， 然后那个 sparse model 是。sparse vector 是 n 这样
然后通常 N 都大于 N 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filter， atom。So we in the beginning we prepare many atoms, and then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by alpha to search for alpha.OK， 那就是重点就来，然后开始讲数学。对，那刚刚想法就是很简单嘛，就是 OK， 我们这个要勾系数，然后把它勾系数，然后这个 S 表现够好够像这样子。对，那假设说没有那个 noise 的情形，那我们如果准备好了一个很不错的 dictionary 的话。这个 dictionary 真的很不错，它包含了够大量的那个 filter， atom， 然后就是它可以表现所有的 signal 这样子，这是前提。所以我们就知道 ，OK，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minima， 所以这边变 gamma， 它写一半又变 gamma， 所以我就把它变 gamma。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那个 minima 的 gamma normalization， gamma 的 L0 normalization。L0 normalization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 non-zero element of gamma， of gamma， 可以吗？就是 gamma 的非零值有几个？就是 L0， L1 就是绝对值加起来嘛，然后 L0 就是有几个非零，然后 L2 就是平方加起来，然后 L 无穷其实就是 gamma 哪一个最大这样子，对。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 ，L0 就是number of non-zero element in vector， 对，然后这边那个 dimension 都帮你写好，然后 n 大于 n many atoms k describe x signal。OK，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那个 L0 normalization 的话，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solution， 干嘛有非常非常多的 solution， 对。但是如果我们要求 L0 的话，应该就是只有那个嘛，就是唯一解，对 ，uniqueness 嘛，就是那一篇会写很多数学证明，就是 Elan 他真的写很多，他这个后面那个数学那个整个体系都建立得很好，对，所以但是这在 computing 来上是 NP hard 的方面，你很难找到 L0 normalization 的解。有，对，这是另一个这是 approximation method， 对，没错，你讲的对。然后，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approximation method。第一个 approximation method basic pursuit， 其实就是 L1。然后我今天会讲两个，就是 basic pursuit 跟 threshold。然后第二种大类叫 greedy method， 叫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 这个也是 Alan 他做的。所以说你其实也是他做的、啊，对，就是这样，对。那我今天会讲这两个，对，因为这两个是，是这两篇paper有的。那其这个 ONP 的话是，他其他paper有，对，他基本上每个都是 try 一次。So, our problem is L0 normalization problem here。然后如果有 noise 的话会怎样？就是我们原本的 x 再加一个 noise， 你自己。noise 一，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图原本是很漂亮的，就是风景照啊或什么，然后我们加上黑白，就是什么电视电波不好，像啵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自己要假设这个 noise 的 level 大概多少，对啊，如果我们是做 denoising 的时候，然后它就是变成我那个点就变成 d gamma 加上 e 这样子，对，就是加上一个 noise。对，就这样，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还是可以解。OK。嗯。可以回到上上。对。好。所以现在就是假设现在有张图印出来，它是 x， 对，所以把它转换成一个 d 伽马，对。对。没错。好，谢谢。就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很好的 dictionary 以后，我们用很多图来建构我们的 dictionary 以后，我们就可以找到 d 伽马。会，有 classical 的方法跟
就是现代的方法，现代方法就是鬼电子，我等一下会讲。其实也不会讲，我就跳过。对。OK， 那所以这方法如果有 noise 的话，其实就是它就会变成就是做衣服，如果有 noise 的话，我们就变成 minimal 的 gamma 只有 ，L E normalization 一样，这是一项一样。然后第二项就会变成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 S 是什么嘛，所以就是 D gamma 减 Y， 然后 L 2小于一个 epsilon， 那 epsilon 是你自己要估的，这个你自己要估，你大概觉得是这个照片大概会有多少 points 在里面？对，好，这边都是 classical 的，所以我们都还没有讲到 convolution 哦。对 ，OK， 那它会有个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找到真的是 sparse gamma 的话，我们会通过这个伽马如果 sparse 的那幅的话，我们就会那个 L 0就会小于这个值，二分之一 e 加 e， 然后 mu， 然后这 mu 的话是 correlation over colors in d 这样子 ，u 然后 maxima d 或 d i d j 这样子，这个看够就好。就是你如果这个 pursuit 就是你的 approximation， 就是你的 approximation 的 method 可以过这个的话，它就会 OK， 这是 sparse 那幅。这有数学证明，这我不想列出来，大家应该会吓一跳。我自己看了一半就放弃。对 ，OK， 那如果是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 noise 的嘛？那我们找到这个方法，已经找到 noise 的，所以我选我们 noise of gamma should be required to be within a distance of the true solution noise s， 像这样子。对，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他证明好的，对他反正他全部都弄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一篇，对，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刚刚讲到这三种的那个 approximation， 基本上都要通过这几个条件才有办法做，才导致说我这个 approximation 的 method 是 good enough。So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noise situation that, so we have some criteria that the previous.The previous three methods of approximation methods should be passed this criteria, then they are good enough to use in practical. 那当然，它都印证好，这三种方法都是 OK 的，都没有问题。对，然后第一种方法就是 fancy pursuit， 就是 L 零太难证了，是 NP problem， 所以我们就用 L 1，就是 minima gamma L 1。然后一样小于 epsilon， 那比如说你要自己证，那 L1 normalization 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可以用线性规划来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看这一篇论文。我现在都是这篇论文、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对，你可以看这篇论文来解。对，他有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线性规划 ，L1 normalization 线性规划。那 fancy pursuit 又叫做 lasso。Li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那 lasso 的话 ，scikit-learn 有，所以不要害怕 ，scikit-learn 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想要用 fancy pursuit 的话，对。那所以说你等一下我卖关子，等一下再跟你讲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方法就是，那我知道，因为我刚刚讲过说我要就是用够好的 dictionary， 那我要怎么样学 dictionary？那其实也有古代的方法，傅约选夫啊，哈达、哈德玛、Wavelet、Coverlets， 这是古，就是比较 classical 的方法去做 dictionary random， so that the classical solution of dictionary random， like 傅约选夫、哈德玛、Wavelet、Coverlets， 对，那你可以去查他们那种做，物理系的人很喜欢做傅约选风，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个就知道为什么，就很简单嘛，就是先做频率分析，然后把小的全部去掉，那就是 noise 就把它去掉，然后 OK 再把它放回去，我们的 dictionary 就 OK 了，我们就找到有很多 dictionary 这样子。对，那现在的方法是怎么做？那有 KSVD 或者是 NOD 或者是微点 descent， 对，那其实速度最快的是。也效果最好是 KSVD， 如果你没有要用很复杂的东西的话，啊，我都有附那个就是 link 在这边，然后有一篇 KSVD 其实也是 Michael Eden 他做出来的，他真的蛮厉害的，
实有一篇这边下面，我在下面附录有一个知乎的那个连结，可以点进去看 KSBD 到底是什么。对，然后他其实也是就说、so、you can find the link to find sorry in Chinese KSBD 的那个论文，就是他的一个解释。对，然后他也是做降噪的，然后一开始你用 SBD 的话当然也可以做，然后就是做 reconstruction 这样，当然也是可以。对，那取50项，对，然后你再加一个 noise， 然后再去做它，然后 KSBB 在哪里？下面。然后一样就是 OK， 所以我现在就是原图是这边，然后把它弄得很糟，很失真。然后我用 KSBB 来做，这边都有code我给你看，所以其实你只要看它是什么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直接，如果你的问题不是很困难，你直接用 KSBB 就好。对，一样就是变糟。然后我用这个来训练哦，我是用这个来训练我的 dictionary， 然后做完以后就还不错，这样子。它基本上就是那个 denoising 的做法。对。然后 KSBD 也是，KSBD 你去看他的 paper， 对啊，然后他基本上也是对，这个就是麦克也在里面，对，然后这个人对啊，都是他们家研究室的人，都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在很久以前的配合，他们表示他们其实做这个做很久，一脉相承的。以色列理工大学，我觉得其实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看到有其他的方法，不是大家都在玩牛那种，对。OK， 有个问题是，就是第一，如果是唯一解嘛，他其实也会想，对，他问第一也是唯一解嘛，然后他有一个解释是说，如果是第一，它是用 signal 都是没有 noise 的东西图像来劝的话，它可以是唯一解，然后它当然是 signal 要过度，就这样子 ，OK。但是你如果真正来用的话，你用 KSBD 来解的话，其实你不用那么多就可以 build 一个 dictionary， 刚刚就只有用一张而已，你就可以 build dictionary 这样子。所以 KSBD 如果在 classical 的问题，其实是非常 powerful。然后如果你对 KSBD 就是这一套 classical 的那个 sparse model 有兴趣的话，麦克院我一直帮他打广告，但是他在那个 EDS 上面有开那个 mock， 就是可以去。我有念了一半了，所以非常有趣哦。但是他其实他不会讲解那些数学，就是证明啦，就是他只是讲过去那些公式，所以你可能有兴趣的自己看。OK， so talk about the dictionary you can buy the KSBD method. So this method is very powerful and unsupervised. So please, if you are interested.You can take a look at it. Okay, also MOOC class, you can take a look at it. 接下来就是 convolutional sparse coding. 那我们要怎么跟 convolution 结合？对，这边蛮有趣的。那其实图像的话，其实也是用 MP 收嘛。那一样就是我真的是。我的信号，然后最后就是 dictionary， 然后我们的 sparse model， sparse vector 在这边。那我们这个，其实如果是 convolution 的想的话，这就是它的 filter， 对啊，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就是 vector， 就是 convolution 完了以后它的系数，就这样子，对。
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那个 fast vector gamma i， 然后化成二 D 的，然后你会有很多，因为它，它相对它的就是会有那个有 n 个 filter 嘛，你可以画成 n 个，然后它上面每一个就代表它这个位置，然后这个 filter 有几，就是它的权重是多少在这边，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做那个叫什么，object detection， 因为就是在这附近嘛，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可是好像没有人做，好像到底因为那个范围好像不太能定，我不确定哈，啊，不动物 detection 有人做。我们弄地铁群有人做，对。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好，等下再讲。Sorry。那我们 ，OK， so this is the, just an image presentation of sparse coding. So here is the same with the classical one. So you can say image should be the same. And 这里 object detection 是说，你拿那个 atom 去看看，就拿一个 atom 的 atom 有对到，不是。这边假设说这边有 n 个嘛，对不对？然后我这个 pixel， 然后在这边，然后你后面再去接一层开始那个单层的 neural network， 就是每一个 pixel 的 output 有 n 个嘛，对不对？然后就是 n 这个 vector 嘛，就是假设说就是右上这个位置好了，那它有 n 个嘛，所以它就是一个 vector， 然后拿去喂 neural network 就好了，就这样。future 是对，是对，也是可以这样讲，对。然后最后面就变成每一个 pixel 上面有一个 vector， 就这样，然后就拿去做 classification， 就是 classification 就好，就这样。对，然后，实际上我们会用很多，假设我们先看一下，single filter 哈，假设说这是一个 filter。然后是 n 乘 n， 那我们要怎么写？其实它的地形也就可以这样做，就是哦，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那个什么 ，so from here so because two dimension image is hard to presentation for presentation， so we use one dimension vector， 用一维的来做比较，大家比较看懂 ，OK， 所以我们 filter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假设这个 filter 是七好了，七个 element，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我们 convolution 就是这么写的，就是它是 circular 的这样子，然后对，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大 n 是，这个 n 是那个就是它的一个 picture 的 size， 这样子，对 ，OK 可以吗？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你每一个位置去对它嘛，这样子，然后你去找到这个关系式。如果是 C 的话，就是找到 C 1然后 gamma 1 ，C 2的话 C 2 gamma 2。那你 C 1 gamma 1，你准备了 n 个 filter 的话，就是可以变 C n， C n C 1 gamma C 2 gamma 到 C n gamma 这样子。对，然后可以把它写成矩阵的样子，就是像这样。So if we prepare, so first from a single filter, so this is a single filter of convolution. But if we prepare n filters, it will be like, so in the form of matrix, it will be like here. 对。然后它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说 C1 C2 C3 像这样吧，这是 C1， 啊对 ，C1 C2 C3 这样子。哦，你这样排起来就觉得。虽然是很漂亮，可是它好像怪怪的。OK， 他们就重组这件事情，把 C 换第一个，然后放到第一排，然后 C2 第一个，把它放到第二排，这样 C3 第一个放到第一排。他就这样把 C1、C2、C3， 然后把它重组变成一个 group 这样，就是 n 乘n 乘 n 一个 group， 一个新的一个 filter 的 dictionary， 讲错了。还可以吗？会有点快吗？我简单remind一下说 C1 C2 是什么？哦 ，C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filter 嘛，
一个 feel， 假设说 OK， 我从头开始讲，所以我没有 OK， 一个 C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dictionary 嘛，它其实它放的是像这样子，你把这个 D 换成 C， 可以吗？希望。对对对对对。是它牌子这样子。是上页的。的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右边那个图吗？不是 ，C 是 D 这个。C 是大 D 里面的某一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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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因为它中间那个就是 notation 改过了 ，C 其实就是 D 啦，你要可以把它写成DI 也可以，对，其实就是大 D。D1 D， 因为他怕跟后面的讲，他就直接先讲 C， 对，有一点混淆，所以。他这样设置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啊，他这样设置的原因是因为 ，OK， 我后面有个伽马，对不对？就是表示说，我每个伽马的 element 对应到每个位置嘛，那这个伽马的 element 又对应到 signal 的位置，就表示说 signal 在某一个位置上面有这个 filter 这样，可以吗？有点困难。不过看起来这个是否一个伽马，看，比如说是这个 C 外，这是否一个伽马外？对。而且意思是说，那一个是伽马外，伽马。对，可是这就 concatenate 起来了， concatenate 起来， concatenate， 这个是 concatenate 哦，这 concatenate 起来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对，你原本有那个伽马，你就想要去找出这一张图它有这个 dictionary 的哪些讯号吗？对，对。那所以他现在想要找的就是说，那因为所以他要知道说哪一些讯号对这张图是重要的。对，而且是哪，是它在这张图上是哪一个位置？就不是你现在的 dictionary 是这样子设计嘛？对。那我的意思，所以这每个位置都可以搜一遍。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比如说你那红色一排就是 dictionary 的一排吗？你是说这个吗？上面那个吗？没有 ，dictionary 一排是这个 column 这个意思。哦，像它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代表 one filter， 对 C one 这样子的排列组成一个，这个叫 circular dictionary， 这叫什么 circular matrix， 对，它已经不只是原来的 pattern， 对，用 pattern 把它弄成这个样子，没错，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一模一样，比较像是。这个东西只有一个 feel， 它是一个 filter， 然后它复制到每一个 color 上，但它只是位置不一样。那它作用到伽马上的时候，会代表说我们 signal 上不同的位置。